是真的不害怕的，很爽。什么什么照片都可以加两个问号，就会很有趣。玩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嘉义，这是我的新墙头，从今天开始就让我做你们的专属墙头吧。新一岁，我的愿望清单是变得更高更快更强，把脚翘在我的头上，舌头啃鼻子，乳头对折，是我三个隐藏的技能，你们都不知道吧。我很失落的时候，你们对我说给我买个皮肤，我心情马上就会变好。我 KTV 必点的三首歌是春日记忆、蹦吧、Like Gentleman。 只要你也不喜欢吃圣女果，我们就能做好朋友。如果我对你微笑，表示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想跟你做朋友。我现在最想拥有漫威中钢铁侠的能力，因为有钱。如果我的红毛衣丢了，我会滚蛋。你们对我说你好帅气，我会非常的害羞。粉丝叫我小熊软糖，我想说我是黑曼巴。我知道你们希望我去剪头发，但是我已经剪了。那你说我的最难忘的是这一次生日会吧，因为我的生日是在暑假的时候，小朋友都放假了，都回家了，就没有那么多人可以陪我一起过生日。但是人是巴黎吗？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我去了巴黎的游乐园玩。不怕？是真的不害怕的，很爽。然后就被吊在那上面了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很怕鬼。以前在大厂的时候，四人一个房间，我都会不敢上厕所。管乐陪我上个厕所，然后他就站在门口。知道粉丝啊，另一点的话，呼声特别高。剪了，剪了，剪了。你是被迫剪还是自己剪？被迫。然后知道网友说你在给自己开单吗？没有啊。因为你是自带粉上，你是有两个问号，像个水滴一样。什么什么照片都可以加两个问号，就会很有趣。听说你的游戏玩的还挺不错的，你手段位。最强王者。李文翰、李振宁，我们是最强中野辅。有没有被队友吐槽过？有的，李文翰吐槽我，一个辅助去清什么线呢、啊？快点回来打团。你是带队别人飞还是被带飞？玩辅助一般都是被带飞的。你跑的不是给开心的。那是当然了，但是我不是。玩好看能收获多少个优待和困扰？就是可以收获到那么多喜欢我的人，然后困扰的话没有困扰，太幸福了。最近在使用的表情包是哪？可以看到欢迎一下。两个问号。好羡慕是吗？我不是一直都挺注意表情管理的吗？想吗？其实我以前练过了，可能跟管乐待一起待太久了，普通话变不好了。因为他老是说没有川普嘛，就会带歪，普通话放纵了。顺便聊一下，觉得出道最好的瞬间和一些当时最痛苦的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成团的时候，就是最好的一瞬间，因为我们可以跟八个兄弟一起完成更大的梦想。小困扰的话，就是手上不可以拿牛奶了，因为我们代言了抹牛榛果粒。如果只能挑选两个大神和朋友去李文翰、李振宁，可以三排。没网啊，那我们就自己打真人王者峡谷。不会，我们只会发丑图。帅。有知识。李春阳。乖。何昶希。因为他是猛男哎。有啊，就是感应第六感。就看了一眼，滴滴滴滴滴就会响。说什么？让他们自己去想嘛。去垃圾桶里，因为我妈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过来的。吃醋了，没关系，你也来粉我吧。做出你一个认为自己最帅的鬼脸。我知道他会做什么，他就会，他肯定是这么做，你信不信？学一个柴犬的表情包。我本来想唱的，但是没有。本来想唱的，但是没有版权。是的。
I found the love. 好，不唱了。For me, darling, just die right in. Follow my lead. Found a girl, beautiful and sweet. I never knew you were someone waiting for me. 女团，等我下次学女团舞的时候，会邀请你的会。谁？全部。上学的时候参加过校运会吗？参加过。最好的名次是什么？跳远第一，连续拿了三届。你最好对粉丝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好美。那我画完了。这是我们每一次在见面会都会有的。优奈爱 nano 五颜六色的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不同的色彩。爱 nano， 对。陈老师，刚才无边透龙的一起聊天。我的天哪！